好，那谢谢媒体朋友哈，今天百忙之中啊，我们来出席一场这个跨世纪啊，这个是也是应该在我们的影剧圈里面哈，这个是最大的震撼弹啊。为什么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哦非常杰出的一个哈，这个算是哦新锐导演哈，我们的呕心沥血之作哈，即将要开拍了。哦，那今天的主角已经来到现场啊、哦。那小弟姓林哦，双木林，我是木贝果公司的总裁。那今天有个荣幸啊、哦，来这个参与这一场盛会啊、哦，也谢谢媒体朋友的爱戴跟支持。好、哦，那上人说哈、哦，为善最真哈、哦，分秒必争。好、哦，做善事呢，好、哦、就跟打火一样。好、哦，那一样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认真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客户就会当真，你有付出，那就会更杰出。哦，所有的事情就在于你的坚持，坚持到最后，你会获得广大所有好朋友、亲朋好友的支持。那今天最主要的主角，哦，就是我们非常敬仰、也非常推崇的，哦，有个人我非常爱戴、哦、非常肯定的一个张导，哦，圣祥门的张惠圣张导，哦。那我们今天请他来讲一下，哦，他这一段的心路历程，他为什么要筹拍这部电影？那这部电影对我们华人世界有什么样的启发？好不好？来，张导，我们今天与会的媒体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好，很荣幸今天哈、哦，因为我这个贵人林董，木杯果的林董，还有董梁，他看得起我。他把他的资源全部都拉来给我，这部电影我筹备了到今年刚好11年，这11年里面，我是用生命在堆积累积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我们开镜了两次，开拍了两次。这部电影最主要是要发扬我们台湾文化，台湾的龙狮文化，以及我们台湾的人文道德跟理念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台湾人文道德理念很欠缺，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，这部励志的电影来撼动人心，让人心能够激励向善，为这个正能量吼发挥啊。今天非常吼感谢我们鸟巢大饭店吼 PK 吼杨总监还有夫人，他鼎力相助，他把他的鸟巢饭店还有这个餐厅都赞助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剧组团队还有演员们无后顾之忧。这部戏呢，我还获得佛光山的支持，这部戏在最后面的两场大戏都会在佛光山拍摄，因为今年是龙年，我邀请到两岸四地的5条金龙要来佛光山演一出龙天护佑，希望全民平安，好、哦、带给我们这部电影能带给、哦、我们华人、哦、在22个国家华人大合作的体制之下，团结之下、哦、能够开出一朵美丽的花、哦、啊，在此感谢大家、哦、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签约仪式记者会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啊，我们的张导，好，我们祝我们的世界之王票房长虹，生意兴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掌声一下，来，哦，对，哦，真的，心不难，事就不难，做任何事情，哦，有各位也借机会跟所有好朋友分享，哦，就是全心一致，哦，当你的意念集中，力量集中，你想做一件事情，全宇宙的能量都会汇集，都会来协助你，好、哦，这个叫起心动念啊。那在我边旁边是我们家乐木贝果，我们的亮眼天使啊，也是之前的选美皇后啊，也是旗袍皇后啊，我们的 Angel 啊，林伟如啊，我们也请他来简单啊来讲个哈、啊、分享，讲个吉祥话好了。
来莅临这边，那我们也很荣幸，跟张导来合作啊、哦。那张导非常的不容易，这部电影呢，他也把这部电影呢，为什么定在今天是有特别的原因，因为张导呢，他在高雄的师范大学。也将这部电影呢，今天下午哦，他这边结束之后，他还要赶到那边去口试他的论文。这部电影是也成为台湾之光啊，是张导这部论文，只要下午口试嘛哦，过了他今天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哎，大家来掌声一下好不好？真的堪称为世界国家之光嘛哦。那再来呢，我们也很非常荣幸，他也荣任在这个我们历届的三任总统的部分，他就是外交，把他的这个行师团呐、啊、哈，他的小孩啊，还有他太太，在28年这个期间呢，在世界国家包含越南、香港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大陆，把我们的行师团带到世界各个国家去。那我们也很开心，为我们张导真的是我们台湾的世界之光，谢谢。记者会，我们欢迎我们团长带领的团队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我们的节目《降师献瑞》，欢迎我们的战鼓潘婆开场。那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
后又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呢，拨空几天来啊，来出席一个这么重要啊，这么重要、这么隆重的一个盛大的啊联合记者啊我们的一个签约的典礼啊。对，虽然外面很冷，但是我们里面很温暖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因为大家都是正能量的人啊，我们把太阳都带进来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热情，尤其是我们南台湾啊。南台湾那里乡亲的哈，哎，我就很喜欢哈。洪展是南部人了，我是昆林人啊，哈，昆林人很喜欢回到家的感觉，哦，来到这边就跟他看到哈兄弟姐妹，还有几个好朋友啊，都是认识很多年的，哦，那张导真的是我个人非常推荐、非常推崇的哈，敬佩的一个哈，算是，这应该算是哦。演艺圈哦，戏剧圈里面哦的一个奇葩，哦，他个人包办所有电影的制作，哦，举办剧本，哦，灯光摄影，啊，拍摄，包含整个企划，哦，所以张导你请啊，你买好喜欢怎么看啊？你等于把制片的钱省下来啊，儿子呢又是摄影，啊，连舞龙舞狮呢？这又是自家哈，哦，自家的班底，哦，你连演员的钱嘛拢省了，连道具的钱嘛拢省了，各位，这是咱台湾的精神哦，咱台湾有的精神哦，为什么？我们愿意打拼，哦，愿意打拼，所以任何事情，只要肯打拼，天下无难事，哦，只怕有心人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这么认真，各位一定要全力来相挺，这是首步。以台湾为出发走向世界，那我们把传统的国粹啊，我们中华的传统的最好的代表朗塞，我们的肉丝文化把它走上世界，然后从台湾来跟全世界的华人对接，然后也把这样的种子散发出去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，哎，都不知道这个朗塞的文化它的代表它是什么意思，还有它有什么样的启发。好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您的出现，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种子，我们的优良的传统中华文化就会被看见。好，那么小弟代表企业一个小小的抛砖引玉。啊，家乐木贝果长期关注社会的啊弱势，包含我们的社会公益。啊，我们都是站在第一志愿。但是我们也希望借由我们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心力，来结合更多的企业一起来投入。啊，我们也感谢鸟巢我们的杨董啊，你要提供我们所有这么好的场地啊，哎，来剧组哈，哎，包吃包住吧，你看，哎，你们遇到谁？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啊！啊，接我们的夫人啊，代表啊，杨董过来。啊，他也是我们社团之光哦，啊，我们聊聊才知道，咱拢知影话，阿妈拢无论说，哦，无简单，哦，阿妈无拢要做伊，哦，不是讲总监尔，我是觉得哦，你准备要上议长啊，这个已经是世界的奇迹了啊，我们的因为有心，所以我常说心不难，事就不难，啊，做任何事情，只要起心动念，你有那个念头。全宇宙的能量都会聚集，为你而改变，啊，为你而改变，啊，那我在此也预祝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电影，啊，我们的联合记者的签约仪式，哈，啊，我们创投签约仪式顺利圆满成功，也预祝我们这部电影，啊，票房大卖，好不好？这超越七亿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不是海角七亿啊，我们今天是全世界。从台湾来做一个起点，啊，梦想的起点就在当下，啊，我们也预祝我们张导圆梦成真，啊，因为他够认真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夫人哦，今天也代表到现场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杨夫人，然后来回到前来，我们来。之网的，然后这一次呢的拍摄呢，就
就是能够圆满成功嘛，然后大卖，是吧？那我们能够就是不管是鸟巢啦，还是我们狮子会顾问社，我们就尽全力来协助大家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那祝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拍摄成功，谢谢。哦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艺术总监，也就是。古林林志祥博物馆的馆长，欢迎来。馆长，林哥，要跟我们说说话。哎，来，我们说一下。来来来来来。你都本林大哥的邀请啊。哎，最近活动他这个狮子王，狮子王其实狮子王我们活动他有去参加那个乐于参加我们的活动，真的很不错啊。所以希望一直非常我们的庆运合适哈，一个成功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来。那我稍微来念一下哈，来。这部电影呢，也是由我们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来拍片，我们资源中心，还有我们的高雄的石头炭烤的五甲店的火锅，还有我们高雄的佛光山本馆、高雄佛光山纪念馆来赞助这个活动，还有我们高雄的凤山奇美寝具。还有我们小红梅食品有限公司来赞助我们所有活动的水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龙腾礼仪公司、酷度 C 品牌服装、席梦贝尔医美诊所，然后我们的 PK 裤子大王、我们的鸟巢顶级商旅，还有我们的嘉乐木贝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林总裁，谢谢你们来赞助这部片，谢谢谢谢。然后，好，来给媒体朋友哈，来。我先拍个照。眼睛先看旁边哈，先看右边。来，来，我们先看右边啊，我们先看右边。右边。然后看中间哈，先看。来，我们再来右边看之后。右边 OK 的，打一个。右边完。对，右边完。好，来看中间。中间，看中间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左边哈。好，那欢迎你们就位哈，请坐，请坐。那我们上面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签约的乙方，欢迎在乙方的地方先签名哈，签字的人。后面哦，有两个签名的地方，还有背后面还有一个。今天是1月23号。113年哦，我们龙年1月23号。那我们这部片呢，我们预计在大年初五非常好的日子来开拍，所以媒体们如果那天有时间，也欢迎拨空，到时候我们也会发布一个新闻的新闻哦。不用交换吗？要交换来。互相交换，要跟张导啊，这边张导演的部分。对，要交换一下，好，一下交换一下。交换一下啊、哦。有两份嘛，都要互相签嘛，像另外一份也要签，两份。的媒体用艺术，用影像来说故事啊。对，一二三，轮到我们的弄丝文化哦，把它拓展出去，哦，它是很简单的，哦、啊。
啊，张老他很擅长啊用影像来说故事，啊，那这个片子我也希望其他好朋友哦，有兴趣的啊，私底下可以来跟我们的张老直接对接哦。对，我们好像还剩几个名额哦，还有几个尊荣的，又剩了几个限量的席次啊，限量席次也欢迎大家好来共享盛举啊，这个机会难得啊，人家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机会不会再有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及时把握啊，在良辰啊，这个是这么好的良辰吉时啊，我们来做启动啊，也欢迎好朋友一起投入我们啊，一起打造，因为现在啊都是要打团队了啊，小成功靠自己，大成功是靠团体啊，所以我们要打团队，我们来打这一场世界杯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这边要不要放一页？张正面来。不用，因为当然有人要拍这个。我们的媒体非常的专业哦，太厉害了。